你有没有觉得你现在特别不一样？那怎么了？不知道是吧？啊，来，你叫我名字。老殷。啊，这是之前的你啊，再叫。殷志尧。啊。不是，你想说什么呀？我想说这个滕小小啊，真是有点魔力，走到哪儿带一大片电过去，把你愣是激活了。你说你这算什么？算是人生第二春吗？你别拿我跟小姑娘扯在一块儿行吗？八竿子打不着的呢，人家真是有男朋友，我就甭凑这个热闹了，这叫为老不尊。哎，我好好祝福你，别骂街行吗？哎，我觉得你现在啊，真挺好的，精神焕发，整个人都不一样了。你总不能一辈子单着吧？啊，多少小姑娘好这口，这叫什么？大叔配萝莉，很时髦。吃你的饭啊！好好好，我吃饭。陆萌啊！真下来了，不是这有什么呀？这什么也没有啊！你这别吓我行不行？这大半夜挺吓人的。那边？那边有什么呀？有路灯啊？怎么了？直直的往前走。你到底要干嘛呀？啊？大哥，你别整我了行吗？走着呢，对齐，对齐了，然后呢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Thank you.